找你的女友是老板。哟，助理S3，那什么，这账给我报一下。我想你找财务啊，你找千总干嘛？我不寻思找千总报的快吗？我急用钱，快点。急用钱干什么呀？上个月不刚给你1万钱？那才多少啊？嗯，早餐20，你也报。啊，吃饭吗？哎，你这个丝袜一条，你买它干嘛呀？哎，丝袜我有讲究啊，丝袜是你让我给你买的，然后我又不喜欢这玩意儿，是你自己穿上之后觉得不好看，又让我给它毁了。你这车都快上高速了。那这是在公司，你得按流程走，真把这儿当你自己家了？不是吗？是我家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那个一会儿我转给你。再买什么秀山？这还差不多。那什么，你快点给我报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你待会要开会啊？啊，我知道。好无聊啊。那也不能不开了呀。对呀，不开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那就把总裁发给我。啊，先回去到这儿。啊？先回去了，我快录一下。啊？你朋友是老板就是好。千总，那什么，我刚刚开玩笑的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啊。去我男友家。你们组最近有个经理的职位空缺，我们互相推荐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先散会吧。哦。啊，找我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千总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别，你说可以说，别打我屁股。跟千总这个关系，帮我推荐推荐。你放心，绝对不让你白干、啊。不是经理那事儿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不是喷嚏？是增高鞋垫挺有创意，这个味儿。哎呀，你增高鞋垫，这可是我全家性命。哎，哥，你是属于贿赂啊？属于贿赂？这怎么能是贿赂呢？咱兄弟两个一点点小心意了，对不对？快帮我去看钱。不是，这行吗？热大气，快！千总，那个经理，你准备让谁当？你。我。嗯。不是，你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吗？我觉得你有我、等会儿，那个我其实我先出去，我那个拿钱没给人办事儿。哎，当姐没什么，我出去准备准备走马上任。不是你高主管？嗯，高主管啊，真的又有能力又有学历，给他个机会呗。怎么你想打？哎，不用，其实我觉得吧，还是我这个是我呀。不是哥，你这个主管这人能处啊？有事你是真偷听啊？我那恰巧路过，天哪，真的确定是我吗？是啊，你俩以后好好干呗。那个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怎么还叫哥呀？啊，经理，有你就是我哥，要没有你，这事能成吗？不是，我不是你哥。下班以后一起吃个饭。嫂子你也来了。嫂子。